今天来教大家防身术，非常的实用。现在我们都来演示一遍。好，你过来。现在哈，我锁住他头，看他是如何挣脱的。哦，不好意思哈，说错了，是锁头。看到没有，我锁住他脚跟。看到没有，他左右摇摆，用力挣脱是挣脱不了的。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动作，双手举高，头夹着竖下去。看到没有，轻而易举的挣脱，非常的实用。我亲自来演示一遍，来，你说我。好，锁住没有？锁紧了哈。看到哈，我只需要一个动作，马上就挣脱。咦？咦？等等，先洗个车哈，先洗个车哈。等等哈，最后哈，最后我用力，绝对能挣脱。看到没有？放开你放不放？放开！哎呦我的妈！看到没有？非常的实用。